大陆 H7N9 禽流感个案持续增加，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质疑大陆向香港通报疫情的机制不可靠，令港人错判形势，重演03年 SARS 疫情爆发时的严重失误。港府并且首次公布9宗疑似个案，遭到议员批评。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星期一就 H7N9 疫情召开特别会议，郭家麒议员质疑大陆向香港通报疫情的机制不可靠。但系每一次嘅个案嚟咧，我哋睇到咧都系一啲网上嘅报道，然后国家卫生局咧先至去确认。呢一點亦都係令到好多，即係起碼香港嘅市民咧，係好擔心嗰個通報嘅機制。多位議員擔憂歷史重演，其實佢自己嘅透明度對全國嘅人民好緊要啦。咁我哋香港呢度，即係我哋都要準確掌握啲資料。3月4號個人唔喺度，3月31號先至講出嚟，係咪隔咗好耐呢？係咪令人好憂心呢？陳馮富鎮係確切咁講過疫情嘅初期。係列為國家機密嘅，就因為疫情不流通、資訊不流通，就搞到我哋當時嘅醫生咧都曾經出錯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則在會上首次爆出香港實際有9宗懷疑個案，部分人曾經到上海等地，其後通過快速測試確定不是 H7N9 感染個案。郭家麒批評當局處理手法異常。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。